放这吧啊，一会儿再吃。我看好了啊，看好了啊，也不知道范闲吃没吃，一会儿给他送点去。嗯，嗯，我弄好了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咱们头一对儿，把死牌落地，不许反悔，放在这儿就不能改了啊！我先翻啊。九点，没有没有大，太小了。哟，承让承让承让，甭看，丁三配二四，至尊宝，没有比这能更大的。我算算，娘呢您给一两，姐也给一两，爹呢您得把上一把欠我的一块给我，您是二两五钱八分，是吧？您踹我干嘛？咱们自家人打还算这么清楚？这话就不对了，自家人打牌才得算得清楚呢，不玩钱玩它干嘛呀？是不是？您说，来来来，今天不把钱玩完，咱出去走，好吧？那就再来吧。这会儿才更像一家人嘛。甭套近乎啊，一家人也得明算账，是不是？一两，一两，二两五钱八分。天王，掏钱掏钱掏钱，来块钱。没钱啦？没钱没事儿，姐，我有钱呀、啊，找我借呀、啊。谁让你是我亲姐姐呢？就按九进十三出算，怎么样？天都黑了，今天就这样吧。才把我爹的钱全赢过来了，你说呢？我爹怎么没训我呀？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你觉得范闲怎么样？还行啊，挺好的，能打架，还会写书。他写书写的可好了，特别卖。我们俩还说合伙一块开书局呢。不错呀，他还能教你许多。哎，娘，您怎么了？您不是一直挺讨厌他的吗？现在看来，这个人最好不要做敌人。您说的对，这你还要吗？